如今，两岸面临内外交迫、兵凶战危的一个关键路口。万一真的像美方所愿，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，不仅仅两岸将上演骨肉相残的悲剧，更会造成世代无尽的仇恨，那将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与浩劫。因此，我们这一代必须严肃地面对，也必须要肩负起转危为安的重任，把和平统一的一个志业，让我们勇敢地传承下来。